你们干什么呢？吃蛋糕。薇薇，你可是有夫之妇啊，你要注意点影响。什么影响？你管管你女朋友。<笑>有夫之妇也是我是她夫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林然。薇薇姐。 我觉得米其林那些都不好吃，过生日就得撸串啊！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什么，随便都买了一些。哎呀，大家不用搞得这么麻烦，就一个生日嘛，每年我都跟薇薇一起过。我又不是小孩，你这东西我也不在乎。嗯，对，不用补办生日，算了吧，咱们都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没人走，你不在乎，我可都在乎。里面有我烤好的甜品，快去拿，快去拿，快点。我去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点蜡烛。昨天事出突然，让大家久等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都是自己人，讲这些干嘛？就是。等我说完，今天呢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想要正式在大家面前。 和林然道歉，你永远不需要对我道歉。呀，你永远不需要对我道歉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咱们第一杯，敬林然生日快乐。Thank you， 锁门吗？不用钥匙，我们两个已经锁死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特别开心。那满意了吗？啊，我现在觉得空气啊都是甜的。走吧，锁好门，一起回家。 你的嘴唇好软啊，比我前男友软多了。有多软？要不安排你俩试试？<笑>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关系有了这么大的进展。 所以必须。男欢女爱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，林然，走，不管他们。走。
先去一下后厨。林明姐，好。李然，你好。滚！我先进去了。进去吧。该进去了。你也来了，真热闹。你好。这一大早把脸都笑僵了，优秀学生可真不是好当的。让你去端茶递水，那你去吗？那我还是去迎宾吧。哎，季寒，你这就要走啊？哦，一会儿还有薇薇姐甜品宴呢。我10点的飞机怕赶不上，先跟大家道个别。嗯，行，那你出去以后啊，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嗯，走了。再见，一路平安。季寒呢？我刚收到消息。刚走没多久啊，可能校门口还没到呢。走了？有我们上学那味儿了。是有那味儿了。对了，之前听林然说你要回学校准备读研，我还担心成人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呢。是啊，我知道你今天肯定忙，所以想着来帮帮忙。那谢谢你啦。等你考上了，我和林然请你吃大餐。寒，顾真，你不是应该在学校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嗯，说吧。哎呀，你要说不出来，我先走了，给我发短信吧。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你马上可能要出国了，但是如果你不想异国恋的话，我可以学托福和 GRE， 到时候我去找你。你愿意给我个机会吗？这告白。也是林然让你来的？不是不是，这次不是。其实之前很多次都不是，都是我自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但是我不敢说，对不起。所以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去纽约的康奈尔大学。那你答应我吗？我说我要去纽约的康奈尔大学。我知道你刚才说过了，那你答应我吗？季寒，你到底答不答应我啊？你真笨。一路平安，等我过去。我是她老公，
有什么事儿啊？可以跟我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坐。你弄一下，侯飞。好。哎呀，怎么，真的生气了呀？你觉得呢？怎么那么能吃醋啊？你是醋精转世哦。那刚刚那个人找你要微信，你为什么要给？你不是把自己的微信给他了吗？我都来不及给。我做无糖蛋糕当补偿你，总行了吧？那我等下如果不来，你是不是要把微信给他？别胡搅蛮缠了。我没有胡搅蛮缠，看来得给你留下个记号，让别人知道你是有夫之妇。哎，微微怎么还不来啊？林然呢？他们应该快到了，你再等一等，不要着急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校友，午宴即将开始，下面先由我们的校董会代表华诺集团 CEO 靳子川先生上台致辞，欢迎。哎呀，你进来干嘛？如月啊，刚才我吩咐你烤的蛋糕烤了吗？嗯，那你帮我拿出来吧。好。什么蛋糕？醋精大蛋糕。谁做蛋糕会用醋啊？你问我的，骗我。送给小醋精的当然是要用醋了。挺成功的，快尝尝你的醋精大蛋糕吧。喂我。啊，怎么样，小醋精有没有很好吃？是甜的。甜的。如月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看看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你留在这儿把蛋糕做好，我让侯飞陪过去。如月，你带林然去医院，侯飞毕竟是个男的，不够细心。快，你们快去，快快快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好好做蛋糕啊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正要找你呢。哎，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。我去，走。你们先去医院，我回去看看。着火了，厨房着火了。喂，快走，走。厨呢？我们去看看。这边。喂喂。喂喂。没事吧？现在我的心脏还扑通直跳。
心脏不跳会死的。心脏是由心肌构成，心肌具有兴奋性、传导性、自动节律性。还说不说？手机给我一下。本市某知名大学校庆聚会期间，后厨突发火灾，截至目前为止已有25人受伤，具体失火原因尚在调查之中，初步推断是由于甜品师操作不当而引发火灾。这不好说，怎么回事？都没有核实就随便发。没事，警方调查清楚就会还我清白的。行了，你别多想了，好好休息。这首曲子好听吗？这是我特意跟季寒学的。是你做的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你做的吧？你今天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是不是你做的？林然，其实我早就想把这首曲子弹给你听了。它叫 Flower Dance， 讲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朵跳动的小花，当你遇见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跳动起美好的旋律。你心里没有花，只有自私。你还有脸提季寒？校庆的衣服，笔记本都是你做的。季寒原谅你了，我没有话说，但是唐薇薇是我女朋友，你凭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没有，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我有让你去害人吗？我也很喜欢季寒，也很喜欢薇薇姐，他们都是好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都是错的？可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很煎熬，他们明明有这么多，可还是要霸占你。但我不一样啊，我只有一个你。你承认了？没有证据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？再说了，你以为他们就真的对你好吗？唐薇薇还不是会拿有糖的蛋糕给你吃，差点害死你。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。林然，林然，别碰我！行不行？现在就报警。为了你，我连底线和尊严都不要了，你怎么忍心断送我的未来？你觉得你这样还有未来吗？林然，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。
说完了。林然，你别走！别碰我！调查结果显示，后厨现场的电路阀门有人为扭动的痕迹，导致负荷急剧增加，最终引起了火灾。请你配合警方调查。薇薇，怎么样了？快好了，你先去招待客人吧。辛苦了。那我过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对了，我帮林然准备的无糖蛋糕，你帮我做一下。喜欢一个人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走吧。你这是拿奖了吗？嗯哼，基本操作早就料到了。嗯，还挺不错的。那有奖励吗？没有。嗯，吃啥呀？那刷完牙有奖励吗？吃啥呀？是婚庆公司吧？那个，你帮我准备几套结婚方案，对，越多越好。帅呀，舅！出发。我是你舅，出发是你说的吗？我说出发，才出发。好好好了，出发吧。哎，走走走走，舅。漂亮啊！
姐，快快快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！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去哪儿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快走。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快。啊！哎哎，当当当。但是呢，爸爸找到一个代替我照顾你的人。微微，你一定要幸福呀。微微，去吧。然哥，祝你幸福。28年前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。6年以后，我追随着你，一起来了。我们一起长大。第一次生气，林然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啊？这个字会写了吗？你自己看看你是怎么写的，重新写一遍。第一次心动，住手！第一次亲吻。你在干什么？就你脸上有只蚊子。你就是那只蚊子吧？好多好多第一次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，是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世界上所有陌生东西都可以跟你一起了解，从生活到生命，一年四季，四季如初。
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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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起来吧，先。好。存在性孤独是指自身个体与其他生命间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微微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背书啊？许多人用与对方缔结亲密关系来逃避本质的孤独焦虑，但如果我愿意答应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爱你。带我来这里，我小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啊，就会来这儿。而且这个车厂现在跟华诺合作了，我总得带他的女主人来跟他道个别吧。微微，不要害怕，一切重新开始了，有我在。而且我是有家室的人，这种极限运动呢，以后也不适合我。以后的极限运动呢，极限运和你。当你想要去的，我要说起彩虹。幸福从未见过，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标本是爱过。我要说起彩虹以外的颜色。哦，对了，我记起来一件事儿，就你生日那天，我不是说我在图书馆吗？嗯，其实我是在这儿塞车。林然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那就需要你用下半辈子自己来了解。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，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